王者荣耀作为坦克的梦奇，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？梦奇这个英雄应该算是很肉地了，因为优点很多，但是缺点的话也是很明显的。现在小编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。我们都知道梦奇的抗压力是很强的，在前期的时候肯定是要被压制的，就算是再怎么强势也不能以身犯险。再就是梦奇的守塔能力也是不错的，这样的话也不用担心被偷塔了。再就是这个英雄的攻击力也是很不错的，暴击的伤害也是很高的，在两方近身的时候也是双重的伤害，可以说是真的很不错了。但是梦奇唯一的缺点就是移动的速度是比较慢的，这样的话很多的玩家在玩梦奇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疾航之靴，这样才能跑得快一点，也是希望在后期的时候能改进这一点吧。